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记录约伯记第二十集，给搁浅者的伴侣。来看第二章六到十节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”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，用瓦片刮身体。 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，死的吧。”约伯却对他说：“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，哎哎！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”在这一期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撒旦第一章一出手就很狠,狠。 把约伯的财物跟儿女都夺走，第二章出手也很狠,狠，约伯失去身体的完整性，顿时约伯在第二章成了无产阶级，而且还染了一个无可无药可医的无名病，眼睁睁看着身体的溃烂，无奈的拿瓦片试图刮上，刮去身上的脓跟痒。 这两次打击带来一个相当的结果，就是一个废物，坐在被废弃的地方等死。最悲哀的是，读者知道约伯不会死，可是剧中的约伯看到自己形同死人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这个、时候太太说话了，太太出场了，太太上了舞台了。 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已然成了社会边缘人，可怜的她想必都快崩溃了，忍不住说话了一句的风凉话，而且用讥讽的话狠狠地踹了约伯一脚。她的话否定了上帝对约伯的肯定。约伯二章三节，上帝告诉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吗？”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来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坚守他的纯正。上帝肯定约伯，但是现在呢，他的太太却好像否定约伯，否定上帝。因此，这个角色好像伊甸园当中的撒旦，借着怀疑问句来否定上帝一样。 因此，初代教父呢，就把约伯的太太，把他视同受试探的那个夏娃，他的讽刺语：“你弃掉神。”原文是你祝福神，是讽刺的话。你弃掉神，正好与撒旦的话同出一侧，在一章第十一节，撒旦对上帝说：“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 二章五节，撒旦说：“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原文都是当面祝福你，好像约伯的太太说话好像呼应撒旦的话，也因此初代教父一直把他的太太呢视为是撒旦的代言人，而且分别呢他的这个太太得到的呢。 魔鬼的助手，就是奥古斯丁对约伯太太的话：“屈说多魔是教父里面金口说约伯的太太是魔鬼最好的鞭子。”加尔文给约伯太太戴上头衔是“撒旦的工具”，这样的戴帽子会不会对他太太太严厉了？想一想约伯的苦难呢，就是他这个太太的苦难。 而且死了这十个孩子，还是这个太太所生的，而且亲自看到太太先生呢病入膏肓，臭到自己都觉得很很受不了，因此他会不会是居于不忍心看到先生如此受尽折磨，以为呢或许先生死了以后呢才是他唯一得到解答的出路，因此连劝带激的命令以去守法。 要他干脆弃掉咒主神算了吧，死了算了吧。这些命令说法是很痛苦的人所发出呼喊，尽早被上帝审判而死算了吧，脱离这个苦难的煎熬，有点像安乐死的味道。因此，从这角度来看，或许初代教父以来对约伯的太太戴的帽子太狠了。叙述者呢？ 只给约伯太太一句台词，就把镜头转到约伯，没有给约伯的太太加上任何的戴帽子。不论妻子如何劝，如何激约伯，约伯仍然无动于衷，不容许自己镜前的生命有裂缝，不容许自己陷入妻子为他挖掘的陷试探的陷阱，甚至还严厉的顶太太回去说。 则会因着击打就成为村夫渔夫一般，连信仰都不要了呢？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获吗？纠正提醒太太，敬钱不是为了换得好处，而是人应当尽的本分。敬钱跟得祝福并没有因果报应，这正好是撒旦控告上帝说：“你就是给他好处，他才会敬畏你的原因。” 试图在试探陷阱的边缘，拉住这个太太，身心同样受创，而且快坠下去这个太太，约伯还是救太太一把。如此，约伯成功的通过了这次的试探。他不像亚当，亚当是给太太呢夏娃拖下水的，约伯没有给他的太太拖下水，而且叙述者似乎给他满分，在。 两次，第一次说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。二章也是提到约伯并没有犯罪。约伯呢，在前面两章当中呢，呃，撒旦被打了嘴巴，羞愧的离开舞台。这样羞辱他的太太呢，连天主教的第一把神学家阿奎那也认为，撒旦在第一章留住约伯的太太的性命。 是为了第二章刮掉约伯的信心，可是叙述者从第一章到四十二章从来没有给约伯的太太戴帽子，因此从这角度来看呢，过分的给约伯太太扣帽子，不体恤他也同受创伤，这样呢其实是不太公平的，有一点像出埃及记二章十四节，谁立你做审判官呢？ 因此，我们这一堂要特别的思想：如果你受苦的时候，太太也受苦的；搁浅的人的伴侣所受的苦，不会亚于搁浅者所受的苦。所以，这一堂课，如果你是搁浅的人的配偶，三个角度对自己，留心几个原则：受苦之人的另外一半也是受苦的；受苦的人很苦，他的一半往往更苦。 所以你先生、你的配偶如果搁浅，你可能更苦。第二，赶快从惊吓、从想找出原因、从自责、从愤怒、从悲伤当中回过神来，起来服侍你的配偶。他要走的路很远，他需要吃，他需要喝。其实约伯的太太仍然给约伯吃的，因为约伯六章。 六到七节是这么说的：“勿淡而无言，其可吃吗？蛋清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必不肯挨近。”表示他的太太把食物送来，没有让约伯挨饿的。因此，如果你的配偶是搁浅了，你要从惊吓、从找原因、从自责、从愤怒、从悲伤当中走过来、走出来。 因为你的配偶要走的路很远，第三，照顾自己的身心灵，你身体要留心要健康，你睡眠要充足才有体力，特别要有耐力，百病无孝子，要耐力要去服侍的，你的脑筋要清楚才会有智慧的决定的，你自己要透视苦难，好让女神和好，才能帮助他能够透视苦难，好让你的配偶与神和好。 从歌浅当中走出来，所以你要照顾你的身心灵的，要走的路很远的。第四，苦难人能了解的是非常有限，不要企图成为你配偶的救主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超人，你以为你可以明白全能的神，你以为可以去了解上帝借这事情背后要所教的功课吗？不要以为我了解你为什么有苦难。 你不一定了解的，因此呢，你可以跟他一起，以痛苦的，一起哀哭，以喜乐一起同乐，等候上帝，因为你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你的配偶。第五，不要逞强，不要任性，要愿意寻求上帝，甚至愿意寻求别人的帮助，不要拒绝别人愿意来帮助你。 你个人要留心，有人好心来的这些来探访你的人，你呢要在合理之下接受他的帮助。第六，不要成为撒旦添加伤害你配偶的苦难的工具。不要讲的话太重了，让你的配偶更受不了。确实，约伯的太太讲的话确实是有点超过。他太太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？” 丢了上帝算了吧，信上帝信到这副德性，会让约伯更苦。这些添加痛苦的话，不要出于你的口，免得你的配偶呢更可怜更苦。第七，预期你的配偶很难伺候，你会预期你的配偶呢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怎么做怎么说都很难搞，而且你预期他。 特别在病危的时候呢，他非常肮肮脏的，他的口臭呢，体臭呢，会让人家很很厌恶的。所以百病无孝子的原因在这。其实十九章是七节，约伯自己说：“我呼唤仆人，虽用口求他，他还是不回答。”十七节：“我的口的气味，我妻子厌恶；我的恳求，我的同胞也正嫌我，太让人家讨厌了。” 所以你搁浅的人旁边的人服侍他的时候，就记得呢，你会预期，其实他很难搞的，他会让你受不了的，他的身体，他的讲话的语气，他对你的态度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的，所以你预期呢，这些会有反应自然的，因此你在处理、你在面对、在辅导、在帮助的时候呢，你不要露出很嫌、很厌恶。 你因此伤他的心的这些口气，三个朋友就有这样的味道，特别优博的太太也有类似这样的味道。你要给自己空间，给时间，一定不容易。这场仗是很难打的。这是第七、第八，坚守在上帝面前的誓言。不管健康疾病，你记得你结婚的时候，跟你的配偶在上帝面前，在教堂面前。 你们答应相爱相守，终身不渝，一直到死才让你们的夫妻的约割开。实际上呢，一直到四十二章没有提到约伯的太太离开过。他太太后来就给他生了另外一些孩子，那些孩子证明那个太太呢相爱不渝在旁边，也就是鼓励你，当你的配偶搁浅的时候呢，不要以为就死定了。 陪着他，忍了，受了他，一起跟他从同走天路。他这个时候最需要你，但他可能会戳你，可能会刺你，日子一定不好过。你最好预备。搁浅的人的旁边朋友呢？这、就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。对旁边的人，亲朋好友如果来的话，你要感恩接受。那些来看你的人，你要谢谢他。 不过呢，不要好意弄巧成拙，沦为向三个朋友来伤害约伯，因为有可能人家趁这个理由呢，伺伺机要来劝你的先生、你的配偶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留心拦阻他，你要保护受苦的人，请他离开。当然，你也不能随便拒绝所有人。那医院探访是有时间的，如果发觉是你的配偶不行。 不能忍受来探访，特别探访的人可能会加上很多帽子，很多想试着安慰，不过呢变成掐他脖子的这些朋友，你最好敬而远之。所以你你当成为配偶的对,对这些人好意的朋友接受，可是留心留心，包括旁边的这些人呢，你要筛选探访的亲友来的人呢，如果性格神学上很报应观。 甚至自诩自是先知，说我命定你一定会癌症得医治，这些人你还是要留意筛选。建议呢，来探访的人少给他建言，已经有医生就够了，不要给他开药方。你们来的人不是医生，所以这些试着来探访的人，你留心不一定对你的配偶的病情有帮助，你就留心要筛选。第三。 尽量给来访的客人心理准备，免得一进去以后吓倒了，甚至病倒了。你自己让进来的人也留心保护他自己，也让他自己有心理准备。我现在的配偶在医院里面跟外面是不一样的，让他们进来的时候呢，预备好，免得呢，呃，惊慌失措，反而变成你的配偶没有得到好处，本来要安慰人的，反而变成加害于他。 第四，借沟通的管道，向外面特别远方，包括在国外的亲友，来报告病情，而且告诉他们医疗的情况、带导的事项，来知道如何继续跟进，为你祷告。这些他们关心你是有理由的。可以的话，在不会有隐私被铺露之外，还是尽量能够让关心的人知道病情。 你需要这些人继续祷告的。第五，久病确实无孝子，贫困少亲友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人是很有限的。日子久了以后呢，亲友渐渐不来看，不要觉得奇怪，不要怪他们，他们不来一定是他们忙，或者不能来，或许他们也病了，不要以为你他们不爱我们，因此你就有点酸葡萄，因此就。 怪别人怪东怪西，这个对你的配偶并没有好处，反而安慰他，安慰他。你的态度也很重要。一个牧师呢，八十九岁，照顾他的配偶八十六岁。他的配偶有点不不好意思，你已经八十九岁了，那么老，你还在照顾我，我实在不好意思哎。这个牧师竟然怎么说？本来要说。 那还能怎么样呢？还能怎么样呢？后来圣灵感动他，竟然变成把那还能怎么样，把它改成那还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态度的调整，配偶一定要有。那还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样外面不来看，那还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些朋友不能来，不要以为怪。 态度要调整。第六，有人想帮助而不知道如何帮助，会等着机会帮助。有需要的时候呢，请这些人带什么东西来，请这些人来帮助我们煮菜给我的配偶吃。十个当中总有一个人会有空吧。因此呢，不要，呃，自扫门前雪，不要让担心任何人知道你，把自己封杀，把你的配偶封杀。 免得他完全没有外援，有一些外面的社会资源，你当配偶的，你希望你的配偶病情好，你的伴伴侣病情好，就留心呢找社会资源来帮助。不过也留心，会有人进来呢，趁虚而敲竹杠，趁虚要来诈骗。那这些人呢，你要为了保护你的配偶，挡住这些趁虚而入要来诈骗的恶人。 要很有礼貌，也很有智慧，把他们挡掉。这是从对外面的人来说，对于受苦的人，你如果是受苦的人，你就留心，就留心呢。受苦的人，尤其是病痛中的人，所需要的并不是长篇大论的神学论述，你所需要的也不是什么神学见解，你要的是别人的服务。受苦的人，他要的是医疗。 他要的是饮食起居都特别照顾，因此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上神学课，他要的是护理。因此，对受苦的人、病痛痛的人，刘星他要的不是神学论述。第二，受苦的人他需要的是被关爱。搁浅的约博是需要人家的关爱，他要吃的你要给他，他要喝的你要给他。实际上，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。 约伯就经历到被隔离的痛苦，他自己说，十九章十三节，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，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。 这种让约伯更苦、更酸的，没有人来帮助他的困苦呢？提醒陪伴的人，特别你的配偶，他需要还是要有人来看他的，即使无言的陪伴，来看他一次、两次，一天、两天，建立朋友，好让你的配偶有发抒的对象，有发抒的空间跟时间，对他的医疗疗程是好的。第三。 受苦的人身处患难，言语会急躁，讲论像风一样，甚至多所抱怨。不必去驳正他，反而要安慰他，让他呢知道呢你可能多说话喽，那不要驳他，不要压他。第四，在他要求和喜欢的时候呢，给他读《约伯记》呢第三章，《约伯记》的做主是会帮助这种人从搁浅走出来。 你读他，叫他读二十八章智慧诗，让他读三十八章上帝如何旋风里面显现给约伯，跟他读四十章、四十一章，读河马如何被上帝治理，鳄鱼如何被上帝治理，读这些上帝主权在握的经文，好让你的配偶从搁浅的自我中心当中调到以上帝为中心。第五。 劝他、鼓励他回忆过往恩典。二十九章的约伯，他数算过去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，这些非常有用，让搁浅的人呢回想上帝并没有离弃我。过去的恩典像海边的沙这么多，那个恩典像海边的沙。上帝透过自然课给亚伯拉罕上自然课，在创七是十五章，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用大自然。 现在上帝呢？透过约伯在二十九章，过去上帝用恩典来向我启示显现，好让他数算过去的上帝的恩典，这个会帮助他走出来。第六，带他去上自然课，带他出去接触大自然，让他观看天空、云彩、海洋、动物、植物，来看自然定律，自然背后有神，好让他从搁浅当中来交托给那个。 掌握大自然的上帝，上帝如何借着旋风，借着自然课，借着动物，借着鳄鱼、河马，把约伯从搁浅当中走出来。因此，你陪伴他的人就留心，要推他出去晒晒太阳，让他去看看河马，让他看看自然奇观的动物片，不要让他看政治的这些呃辩论，那些会伤害他，反而看大自然，最后祷告。 把他带到上帝面前，祷告来帮助他，祷告让他带他祷告，家人亲人随时带他祷告，让他读神的话，让他读诗篇，让他灵修，让他呢懂得呢苦难绝对不过是搁浅，绝对不是世界的末日，让他懂得把时间表交给上帝，交给那个死里埋葬复活的耶稣，告诉他耶稣可以了解你的痛苦，耶稣了解你的困难，耶稣会安慰你。 记得祷告，把心思意念向上帝显明。所以陪伴的人其实有这些智慧，会让您的配偶会早点好。记得仰望祷告属灵的伙伴，借着专业把你的配偶交到上帝手中，求主给你这个智慧来帮助你苦难的家人，早早从困境当中走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。 谢谢你，让我们配偶有苦难当中，我们有机会服侍他们。但我们知道服侍他们不容易，求你给我们智慧，配合专业的医师，同时借着大自然你所造来知道你掌管大自然，借着圣诗、借着诗篇、借着苦难诗、借着做主诗，帮助我们的亲人从困境当中来仰望你的连续蒙恩惠，成为随时的帮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。 再见。